B 站的小伙伴们，大家好！那你们喜欢的汉服更新又要来喽！天也热了嘛，然后大家出去玩的时候肯定不会穿得太厚、太华丽，所以我今天呢想给大家分享一款，适合春夏出去游山玩水、吃吃喝喝，非常淡雅，也很适合整个春天、夏天的这个颜色的明制汉服妆容以及服饰。